去凉。好，好的，那可以。带个这个，这么一股香味儿，这海能红了。哎，这海给你带过来。欺君之吻，他陷害我。亲密什么接吻？谁接我？接吻我没接吻，你这个等于嘴对嘴，沾了一下。哪个嘴对嘴叫间接接吻？啊，对呀、啊，间接接吻，对。你舌头顶一下，你这个这里有没有掉毛啊？这种是口罩就比较好看的啊，你看比较帅气的那种。嗯，兄弟，还是试一下。幽灵夫人，你可以去找那个。间接舌吻，我你妈！刚才老妹儿惹你了，你间接舌吻了。好家伙，小杨哥又开始了。当美女品牌方上场的那一刻，整个人都不淡定了，货都不卖了，就拉着品牌方跳舞。你这是跳舞的吗？是的。你跳舞行吗？可以。我的妈，我不行了。小羊哥为验证纸巾是否是竹子做的，竟然让大羊哥现场啃竹子。别说，这根竹子味道真上头。确定就是竹子味是吧？是的，是的。来，让你尝一下。我怎么感觉竹子？我也不知道什么味道。先尝一下这个竹子，尝这个竹子吧。哦，这样对比一下。这是咸的呀，竹子有咸味，让大杨哥很是不解，反复尝试后更是疑惑，竹子怎么是咸的？确实有点咸，我骗你，你闻闻，有个不好闻的味。哎呀，我给你拿东西啊，哎，拿过来。啊，有一股不好闻的味，确实有点咸。是竹，那你闻一下是这个味了。嗯，这是个烫的，你闻。你妈的！当兄弟们都想要电脑时，我们的大杨哥特意为兄弟们准备了一个大惊喜。大家，你们不是说要电脑吗？我给大家找了一个300块钱的电脑，价格300，但是不多，一共2000台，电脑加主机300块，但是包邮费他们自己出。你又干了一件大事。这个好消息可把网友高兴坏了，都开始期待到底是什么样的电脑。嗯，来，张开张开，就这个3块钱可以用，2000台都是可以用的，可以用来学习啊，打字啊，然后就是不能用来打游戏，可以打什么？好来，呀，我们看一下这个。啊，老妹换啊！我们看看他那个衣服，你脱下来，脱下来。哎，看不见了，那个是看不见了。啊，你等一下，我等一下。先他，我看看他的衣服啊，他这个衣服啊，他这个衣服就好，你摸着，你摸材质，我摸一下，你摸一下。你别，你照着干什么？你别照着凳子，你照照，我给兄弟们看一下。不要，年轻人，照着吧，照着吧。摸你，你摸这个材质。兄弟们啊，他这个里面，我说你可是不懂啊，懂什么呀？你懂不懂？那让我摸，是兄弟。这些人是不是你兄弟？对呀、啊，是兄弟啊！你就叫你自己看，别给人家看，是吧？他这个材质，我说实话，这个血都飞了。来，老妹儿你戴一下，你看啊，非常的好看。我这脱了，我看下材质来。好、啊，这个就这个是就是，啊，你可以看了，是吧，兄弟？够不够兄弟？够不够爷们儿？有没有当把你当自己来？兄弟们还怎么看？这是男女款吧？啊、嗯，对，男女款啊。我去。你走开，你走开！现在不要留在这半步。来，老妹儿来。你老妹儿穿啊，老妹儿不是，我看看我试一下白色。那粉色。你这样，我们试一下这白色。这款它是一个情侣款，中长的一个过膝长款，它属于极寒系列的，像冬北啊、零下30度可以穿。金果标的鸭绒，里面穿的是鸭绒绒窝，卖的是799。799，你去看。不，我看也有699的。400块钱小哥，正品保证，雪中飞正品，359上车、啊。我看一下，他这个衣服啊，他的每个，他这个边啊，你看黑不溜秋的，是吧？都非常好看，你看是不是？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。大家都知道大杨哥喜得千金并取名小杨梅，而作为没有女儿的小杨哥甚是介意，
那作为从小就一直谦让弟弟的大杨哥，会忍心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小杨梅来刺痛弟弟吗？听听大杨哥怎么说吧。我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叫这个名字。我媳妇不叫朱素娟吗？我叫张开阳，开心的开啊。然后我就想连一个他的小名啊，跟我们俩有关的，比如说带个心字，你看我是开，开开心心，对吧？不就配上了吗？然后我媳妇那个怎么配的？猪，猪的不好配，猪什么呢？猪啊，猪八戒八心那也不行，戒心那给也不行，猪，所以猪就去掉了。娟，杜鹃，这没什么意义。然后就素，叫安之若素，是不是有一个？对对。安之若素什么意思？对，就是希望他平平淡淡安之。所以我们取了一个叫安心，来给他取名叫安心，对吧？你看挺好的，安心跟他妈也配上了，安之若素跟我也配上了，开开心心。然后安心又安全又开心，对吧？安心又是一个词，哇，那太好了。但是，我有一个朋友就叫安心。我好像，我一个朋友叫安心，还是男的。你想这怎么搞？所以这没取啊，所以叫安心不用了，叫欣欣嘛，开开心心的。希望我的女儿能长大了，对吧？啊，开开心心成长，开开心心的，挺好嘛，对吧？所以叫欣欣。最后听到大杨哥给女儿取的名字并不叫小杨梅，而且还叫自己小爸，小杨哥也是开心的笑了起来。我让你投胎起来。哎，老婆，你别可别别那么远，是要凑吗？我凑就近一点啊。来，你帮我按在按开始来，快快。哎，老婆，你过来。好了，准备，来上。预备，开始啊！喜之郎果肉果冻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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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休闲娱乐来一个，婚庆节庆来一个，开心时间来一个，全家团聚来一个。喜之郎做的个性多变爱，果冻，喜之郎果肉果冻，冻冻冻冻冻冻冻，可以啦！我跟你说，我真的，我的这个五一节，我明天的快乐就没有了，我明天的快乐就没有了，你这个月没有快乐了。我没玩啊，我的钓鱼，我都玩路亚，我都想了一个星期了，我的一个舞钓没了，兄弟们。小杨哥最近直播中无意中显露的疲惫，被细心的小杨嫂发现，为此小杨嫂决定用面膜给小杨哥放松一下。眼睛闭上，我给你按摩。眼睛闭上，你按摩，你享受一下。哦，好爽啊！被按摩后的小杨哥特别开心。心情舒畅，在带货这款面膜时，更是直接让小杨嫂报价。啊，我们这有十四颗，我让我媳妇儿，我媳妇儿说多少钱就多少钱，听她的，打五折，打五折，多少钱？你确定吗？嗯。我媳妇儿说了，打五折，听我来，139，上车。如此优惠的价格，就能得到卡斯面膜14盒74片。还在等什么？冲他！